就来试一下。歌手以后不好混。讨论一下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蛮经典的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曲我跟哈克其实以前我们在舞台上啊，常常人家说哎，你们两个人汤姆哈克二人组，我说我们是两个半唯利是图二人组，因为两个人比较好分钱，有时候现在像五月天啊一些天团 都是一堆人这样，然后那个节目费要分钱不好分，我们两个每次两个人就搞定了。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，像今天我们还有义工，你看，我们有义工鼓手帮我们打鼓，平常没有的时候，我们都自己来。所以那时候有一首歌蛮红的，然后我就想到舞台上就想做看，结果没想到还蛮有趣的。然后我就唱了一两次，然后结果接任我们鼓手就说，这首歌。今天晚上要做一下，所以我要复习一下这首歌，送给各位。这首歌是当时手机刚来的时候，刚出现的时候，手机啊，那时候很多人不是都喜欢打手机，然后广告里面是不是有讲麦克卡那个？那是我那时候就灵机一来就写了这首歌曲《麦克卡》。
你拍坦，惊细汉哈克，还有汤姆会的口气还真不少。想当初我们两位去应征歌手，是以耍宝取胜，因为汤姆会的口气还蛮多的。有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巴黎 Sunshine》啊，这首歌呢看起来很浪漫，其实那时候是以吵架收场的一场旅游，因为海边的那个木瓜妹太多了，在巴厘岛都很多人就是直接裸上身在晒太阳，逃出来晒。那我虽然戴着墨镜到处乱看，还是逃不过我老婆的法眼。OK， 带来这首悲伤的《巴黎 Sunshine》。悲伤。
谢谢。哎，我刚突然想到一个画面，因为以前常看陈建年在表演的时候，陈建年是我们的师兄，那旁边杰仁呢，他旁边是十八般武艺都会，有时候吹口琴，有时候弹琴，有时候还会打铃鼓，什么都有这样。我突然觉得，汤姆哈克的汤姆也是这样，常常要做这些耍宝的动作，辛苦了，杰仁。好，我们想带一首轻松的歌啊，歌手、其实每首歌都很轻松啊。既然我们取名叫汤姆哈克，好像宿命已经是这样子，我们好像不能唱情歌，唱情歌好像不太符合。不过等一下我带一首，因为等一下我再介绍，我先带一首那个也是比较符合我们汤姆哈克的歌曲，不太漫长。好舒服，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啊，因为我看你们也是蛮舒服的，舒服吗？舒服。気持ち？